接着请蒋乃馨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有请苏院长。请苏院长。院长早。委员你好。院长，我们大学法，大学的设置啊，大学法第一条就说了，大学设置的宗旨就是学术研究，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务社会，促进国家发展。那财政部呢，在今年1月初给了每一个大学一个很大礼，就是说所有的产学合作要扣5%的加值型营业税。而大学法的宗旨，研究、培育人才、文化，这三个里面，教育就是培育人才，免科5%，文化的部分不需要5%，而只有研究的部分要科5%的加值型营业税。今天为了避免学用落差，让基础的研究能够转型，让促进经济发展，这是行政院也是教育部的政策，要求各级学校一定要产学合作，而且也把产学合作列入在评鉴当中。可是财政部说，依照加值型营业税法，研究31款，不包括学校。教育劳务是用第5款，所以免科级那个营业税。院长，你觉得合理吗？今天教育部3声5令要求大家避免学用落差，一定要跟业者产学合作，结果我们产学合作要课税，而这5%的营业税课下去，对学校有什么影响？很大的影响，学校就不愿意做产学合作了，知道吗？而产学合作依照教育部的计算，如果就是要扣5%的加值营业税，对全年国家的税收也才增加了几千万呢。为了一个增加几千万的营业加值型营业税，来扼杀了产学合作，这是政府的政策吗？我不知道院长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我昨天在教委会咨询过部长，部长说教育部跟行政跟那个财政部协商了好几次，财政部都不理教育部。那个我跟委员报告哈，谢谢委员关切这个问题。确实在财政部发布的这个解释函后，那我也获得到很多来自学校的一些意见。那也感谢委员昨天在教文会的质询了。哦，其实两个部会是希望把一些解释的范围能做个厘清，就委员所说的研究劳务跟教育劳务这个部分的适用。那我昨天也亲自跟苏部长啊，对这个议题啊，我们做了一个意见交换啊。两个部会现在也希望在这个上面啊，让教育部来解释研究劳务，也就是委员刚才所说的产学合作，这是国家的重要教育政策。那在这个部分呢，厘清之后，我想是有机会把现在委员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啊，可以做决定。因为院长也一直希望部会之间其实应该是快速的来协调跟协助哈。这个我想跟委员做这个报告。院长，这个产学合作学校收的钱，都是回馈在学生身上，增加学校的设备、学生的成本、空间、使用的空间。今天就要收5%的营业税，真的，对学校来讲，学费要涨不能涨，学校要自筹裁员。现在连专任教师的加薪的钱，学校都要筹钱，然后还再收学校的5%加值型营业税。
就这样写，感谢。所以在这边，院长，是不是可以回去了解一下，告诉财政部，不要为了几千万的税，来扼杀了产学合作，造成学用落差，影响学校学生研究的基础研究，可不可以？好，啊，我对这个院长答复我很满意，啊，希望能够在财政部收回成命。你讲这个有道理啊。啊，那我在想，请教下面一个问题哈，我们国家的科技预算，我们国家的科技预算，依照科技部的组织法，是规划国家科技发展政策和政府科技计划的相关规定和预算审查。可是呢，国家的科技汇报，它的设置要点是国家科技发展政策的审议，国家科技资源的分配。所以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到，科技汇报高于科技部，这个就跟当时我们立法院在审查通过科技部组织法的时候就已经有点违背了。可是院长，你今天看看我们今天的质询，科技政委有没有列席？没有，不要列席，总质询都不要列席，委员会不要列席，我们只能科技汇报，因为召集人是谁？院长。我们只能用总质询的时间来请教院长。可是有那么多的事情都要请教院长，有那么多时间吗？我们委员有那么多的时间吗？所以我在立法院讲了好多次以后，我今天还是用我的总质询的时间来请教院长。依照科技汇报的组织架构，召集人是院长，副召集人是政委吴政委跟陈良基陈部长，执行秘书蔡某某。请问院长，你能不能叫得出执行秘书的名字？叫不出来。不知道。副执行秘书叶某某，你能不能叫得出他的名字？叫不出来。四个组长你也叫不出来，对不对？对。如果连执行秘书都叫不出来，所以今天我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行政院中央总预算一年1000多亿的科技预算，谁来做决定？院长一年主持两次，然后拍板定案，可是细节绝对不是院长来规划来决定的，是下面经过层层的把关以后，到了院长手上，院长做最后决定。吴政委那么多的事情繁忙，也绝对不可能去做，所以一般的事情都是交给科技科汇办来处理，就是科技汇报的幕僚单位。可是科汇办的执行秘书兼任，副执行秘书兼任，各个组长调任。我今天就想了解一下这些组长叫什么名字，谁他们在做什么。科汇办给我的资料就是刚刚显示给部长看，给院长看的，这个都是只有一个信，后面一个圈圈，说不能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的科汇办，院长，合理吗？我们今天立法院监督行政院，审行政院的科技预算，我们既然谁在做决定，我们都不能知道。他说这是保密，我们一年的1000多亿的预算是肖某某、张某某、刘某某这些常进人在做决定。院长，你是召集人，我只有用总质询来问你，合不合理啊？这个应该让委员知道，第一个要给我知道嘛，对不对？对，到底谁在负责嘛？哎，第二个要不要到立法院来说明嘛？要不要到立法院来质询嘛？当然要让我们了解嘛，你科技政策到底是什么嘛？
你科技预算怎么分配的吧？因为都是这些人在做吧。第三个院长，你再看一下这些组长，真正的决定权就在这几个组长身上。一个是知识会调的，肖某某、张某某是知识会的，刘某某是生技中心的，张某某是工业院的。这些单位都是部会下面的财团法人，可是他可以决定部会的科技预算，也就是下级单位的人可以决定上级单位的预算。位高权重，而且又不能把名字告诉人家，这就是我们的科技预算。常进人，院长，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觉？这个我来了解看看，我来了解看这是怎么样的情况跟运作。那我也一直希望能够有效，政府应该是有效，而且对立法院负责。我整个来了解。第二个，经济部也好，科技部也好，卫福部也好，相关单位的科技预算都要求这几个主任，部长都要去求下级单位的主任。然后这些主任就维护他知识会、工研院、科技中心的预算，你预算不给我，我就砍你经济部的预算，我就砍你卫福部的预算，因为科技预算在我这边决定。所以师长去见到组长、主任，要毕恭毕敬。太离谱了吧，院长，这就是我一直强调要到立法院来备询，接受立法院解释，我们要公开透明。这么大的一笔预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公开透明，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科技预算1100多亿是怎么编的，是谁来做决定。既然今天我们连一个名字都没有资格要到，都没有资格给我们，都不能要，这个部分我今天提出来，我是希望苏院长能够重视这一块，因为这个对于国家科技产业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关键性。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科技预算。科技预算，我们107年好了，科技会办公室就把科技预算砍了11%，然后我们立法院针对总预算设备及投资统删9.9%，然后这个又算到科技预算上面去。因为主计总处把科技预算都算到投资资本门，所以当立法院又要总删的时候，就把这些科技预算通通删掉。所以我们我们看下面一张，这几年来，我们105年删了统删5.3%，107年统删9.2%，108年统删5%，这些科技预算在科技会办公室就删了那么多以后，再因为是列入在资本本，被统删掉。可是这些预算说实在的，都是基础研究的经费呀。院长，你看下面一张。就是在专题研究、人才培育，这个是国家未来最重要发展的一个关键，人才培育预算会被砍成这样。所以我在这边也要请院长跟主计总处协调一下，科技预算不要把它摆在资本门，像人才培育、研究经费、给博士后的研究经费，都是资本门，都是经常门，当年是消耗的，都应该在经常门，怎么会把它摆在资本门？然后经常门不统删，资本门统删5%-9%，科技预算还剩下多少？就是资本门统删，结果去删到经常的，就把科技预算删掉，因为科技预算是资本门的。好，我来告诉主席长，市场都是很多用在经常门的上上啊，人才培育、研究经费啊。对，那是经常门呢，对不对？好，那这样子又变相再砍一次科技预算，那科技预算还剩下多少呢？
好，我们现在要谈到 AI 人工智慧，要谈到物联网，要加上五加二的前瞻计划，把预算统统砍掉，我们发展什么？而且也等于是立法院不是这个意思，结果因为资本门，结果对，好，立法院对科技预算没有意见，可是因为资本门的关系，被行政院自己统商砍掉了。因为立法院决议是看资本门的，对，结果因为放到资本门来，对，主席把资本门砍掉，经常的研究经费，对，就因为这样也被砍掉了。所以我今天的总咨询就是希望院长针对科技会办，啊，我们审议公开透明，有权有。